求您了，你可千万不能说。为什么？你是要跟他表白是怎么的？哎，那个谁，那谁吧，这个具体是怎么样了？主要是我觉得他说的对，听明白没？这也不是人话呀。我知道这是个硬骨头，但只要啃下来，你那职位，哼哼哼，就是这意思。工作是我辛辛苦苦做的，但人家比咱们会汇报，那功劳就是人家的。头功一件啊！你看你闯多大祸，这锅得你背。自愿加班，没人敢说。我很忠诚，都怕背锅。好不到，已经可以了。都是自己人，但说无妨。哦，你看你，有道理。继续。别跟我摆资历，我这个人最讨厌装的人。骂人了啊！让他自己背锅，自己辞职。对外都得这么说。你个王八蛋！洋人，干他们！干他！在跨年看这个实在太刺激了吧？看完再说。